大家好，我是 JL 重量联行的李明轩。JL 很荣幸独家公开出售这个位于248到245号 Russell Street 墨尔本市中心的物业，过去80多年间都由同一家族持有。该物业为三个接壤的零售永久产权，在 Russell Street 临街面高达19米，后街 Hayward Lane 街巷。345平方米的首都城市一区土地，有潜力进行高密度开发，周围的开发项目已高达35层。现有租客提供短期收入，还可以自用或出租。正对 QV 商场，距离 Chinatown 也只有一步之遥。靠近 Melbourne Central 购物中心和车站 ，Imperium 商场、RMIT 和莫大。墨尔本市中心东区一直都是零售商家的必争之地，最近更是租出了每平方米1500澳币的新高。终极投资、土地储备和开发机会，248至258 Russell Street Melbourne 将通过国际意向出价书的形式出售，结标日期为3月31日周五下午2点。欢迎与我们取得联系，获取更多的详细资料。